阿难问世佛吉凶经，经题啊，玄义跟诸位介绍过了。现在看人体，啊，就是翻译的人，在第六面，啊，在我们这个本子第六面，啊，在下面，后汉沙门。安世高义，后汉是说的时代，沙门是翻译人的身份，安世高是翻译人的名号，这个经呢是早期翻译的，所以翻译的体例还没有定。这是佛教最初到中国来，不像以后啊，这个名体里面，一定称三藏法师，所以他这个地方没有称三藏法师，称沙门，非常的谦虚啊。名体也要跟诸位同修做一个介绍。后汉，这是中国古时候一个朝代，刘秀、中兴，在中国这个国家灭亡之后，中兴呢是很少见的，在古代春秋时代这个战国的时代，我们看到越王勾践中兴，那么在第二次在历史上呢，就看到光武中兴，光武就是刘秀，刘秀复兴，就是推翻王莽之后再复兴呢，他的年号称为光武，这是公元25年，那么这个年代我们概念比较清晰，今年公元是2001年，这是公元25年的事情，光武中兴。那么后汉到最后呢，是被曹魏所篡，他就是曹操的儿子，这个汉就灭亡了，灭在曹操儿子手上。在历史上呢称为后汉，因为他当中是被王蛮夺了位置，所以就分成两段了。王蛮之前称为前汉，王蛮以后刘秀中兴呢，我们称之为后汉，也称为东汉。这个东西是讲他的首都，这个西汉的首都在长安，东汉的首都在洛阳，洛阳在东，长安在西，这个东西汉是从这个地方来的，那么安世高到中国来是后汉桓帝，桓帝是第十代了，我们算刘秀是第一代，刘秀第一代传到桓帝是第十代，桓帝的名字叫智，志向的志，就是、志愿的志，就是刘志，他在位21年，死的时候
只有36岁，啊，由此可知，他是很小啊，就继皇帝位了，啊，那么皇帝继位呢，就改年号叫建和，啊，建和二年，啊，建和二年，这个皇帝才20岁，啊，这一年，安世高到中国来，啊，所以安世高到中国来。中国的皇帝才20岁，啊，皇帝20岁。那么这一年是公元148年，啊，公元148年，安世高到中国，啊，这是在早期这个翻译史里面呢，他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，啊，在中国翻经的是很多，但最重要的三个人。早期的安世高，啊，以后就是鸠摩罗什跟唐朝的玄奘大师，啊，这三个人在中国翻译里头是非常杰出的成就，啊，那么在当时我们中国也出现一个大儒，啊，对这个汉学就是儒家影响很大的郑玄，啊，郑康成。郑康成这一年呢，22岁，就是，安世高到中国来的时候，啊，郑康成22岁，郑玄。啊，你们读《十三经》这个古注啊，这个三礼都是他注解的，啊，《周礼》《仪礼》啊，《礼记》都是郑康成注的。那么郑康成他死在汉献帝11年，啊，他活了74岁，啊，这个汉献帝11年呢，也就是郑玄死的那一年。你们要是看三国呢，有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就是关云长啊，杀颜良文丑，啊，就是过五关斩六将啊，就是这一年，啊，郑玄就死在这一年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人，孔融，啊，孔融大家都知道，孔融4岁就懂得让礼了，啊，这个我们在小时候这个过文书里头都念过的，啊，孔融生在建和7年，啊，建和7年，曹操生在建和9年，啊，注意记住，建和2年，安世高到中国，啊，安世高到中国来的时候，曹操还没有出世，啊，他9年的时候，过了7年，曹操才出生，啊，这是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风云人物啊，都在这个时代，啊，这是所以后汉是交代年代啊，什么时候到中国来的？沙门，这是身份啊，是非常谦虚的称呼。因为在印度那个时候，只要是出家修行人，都称为沙门，啊，不一定是佛教的，啊，印度宗教很多，每个宗教出家人都称沙门，所以沙门是出家人通称，啊，那么以后在佛教里面呢，佛教里头称沙门呢，给了他一个定义，啊，叫勤习。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，啊，这个就是沙门的意思，啊，那么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，这个沙门呢，也随着翻经，名称呢，也就在中国流行了，但是只有佛教出家人称沙门，啊，像道教其他的，他们都不称沙门。
但是要晓得，在印度呢是每个宗教的通称，在中国只有佛教出家人称沙门。那么这是法师谦虚啊，完全是学生的这个身份。那么以后翻经体力建立之后啊，这才称三藏法师。那我们晓得安世高确确实实也是三藏法师。那么他是以国为姓啊，这个安并不是他的姓啊，安是国家的名称，就像我们玄奘大师到印度，人家称他唐玄奘，他并不姓唐啊，他是唐国的人啊。那么安世高同样的意思，他是安息国的人啊，安息国在唐朝叫波斯，汉朝时候叫安息，现在伊朗啊，现在的伊朗啊，就是汉朝时候的安息啊。他名字叫钦啊，名字叫钦，这都是翻译的啊。别号叫世高啊，字世高啊，所以我们称他做安世高啊，在当时也称他为法师啊，安世高法师。那么他的身世啊，他是安息国的王太子。传记里面记载啊，他是至孝聪慧啊，给他这四个字啊，非常孝顺，聪明有智慧，博集群书啊，他念的书啊多。这个人不但有天分，那我们现在讲呢，他有特异功能啊，也就是他有神通，他精通天文、医道。还懂得鸟兽的言语，传记里面记载的有这些事情。他跟同伴到外面郊游，这个鸟在树上叫，他听到，他就告诉同学、同伴们，他说这个鸟在聊天谈话，啊，说原道那边呢。有两个人挑了担子走过来了，啊，过了一会啊，果然，确实有这两个人过来，啊，那是一般看不见的，他就鸟子那个聊天，啊，所以要晓得，鸟兽啊，他看到我们人间的活动啊，他们也在批评呐，也在说长说短呐，啊。安世高懂得鸟兽的言语，啊，那么这个证明我们中国古书里面记载，古人多半都能够通鸟兽的言语，啊，实在讲这个，我们现在看这个澳洲的土著，他们也懂得，也有这个能力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他心清净，他没有污染。后来的人为什么会把这个能力失掉呢？妄想太多了。啊，由此可知啊，这鸟兽跟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，确确实实也像一家人一样啊，彼此互相照顾啊，这个言语心思都能沟通啊。啊，现在因为凡我们这些人很糟糕。啊，把自己的心地污染了。啊，其实鸟兽能懂我们，我们不懂他们。那因为他们没有污染。啊，他懂我们，我们不懂他们。啊，去想到这个地方呢，人应当要有惭愧心的。
人今天实在讲不如禽兽啊！啊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他们不造业。哎，我们懂得他们在受果报，不造业。啊，果报受尽之后啊，他的善业就起现行。啊，他又会升到人道、天道。啊，我们读了这些书，最重要要信，这个不是迷信。啊，不是预言，确确实实的事实。那么安世高父亲死了之后啊，他继承王位，啊，做这个安息国王。他做了不到一年，他就把王位啊让给他的叔父，啊，自己就出家修道了。这成为著名的高僧，啊，以后在中国游化，啊，为中国初期翻经的这个最有成就，啊，翻的也最多，啊。那么他翻经的经过，他带来的梵文经典，在当时的首都，后汉的首都在洛阳，他翻出29部，总共啊有176卷，历时22年，啊，可见的他一生的事业是在中国，一生最伟大的成就贡献在中国。他与灵帝，啊，灵帝是后汉帝这个11代的皇帝，啊，末代后汉传了12代，末代就是献帝了，献帝时候就是曹操当权了，啊，汉献帝是有名无实。啊，这曹操当真了，啊，这个灵帝在位呀22年，啊，他是灵帝啊，汉灵帝建宁3年，公元170年，他已经的工作就告一个段落了，啊，他就不翻经了，啊，不翻经之后啊。他有一段事情，他前生的同学也投胎到中国，很不幸他做了龙王，啊，就是共听湖的龙王，啊，所以他翻经事情告段落之后啊，他就乘一个船，啊，走这个长江，在长江呢就停在江西庐山，啊，庐山下面有一个庙叫共听庙，就是现在的九江县，啊，这个江西九江，那个时候呢叫浔阳郡，啊，汉朝的浔阳郡，这个地方叫蛇村，现在还叫蛇村，啊，还叫蛇村，有一个共听庙，啊，这个庙是龙王庙。那么他去度这个庙神，啊，庙神呢，在前世跟他约定，这个庙神，啊，是安世高前世的同学。都是出家人，啊，安世高前世也是出家人，这个同学也是出家人，啊，传记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这个同学明经好师，诸位要记住啊，
是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啊，又喜欢布施啊，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佛慧双修啊，难得啊，佛慧双修啊。但是那毛病人呢，喜欢发脾气，很容易发脾气，习性啊，这个习性不好啊。啊，他为什么会堕落呢？分位啊，分位叫透波啊，可见得这个年代是很久远啊。这个印度出家人生活处于透波啊，你看看他喜欢布施啊，他又能讲经，常常讲经。透波透的这个饭菜不好，他心里就不高兴啊，心里觉得很难过。今天为什么吃这些东西，就这么一点点难过，这就是嗔恚心，这个习气堕落到畜生道啊，就当龙王啊，当龙王啊，死后之后就到中国这个做这个宫廷庙的庙神。他明经呢，他就很灵验，他讲经说法嘛，啊，所以他做这个龙王，龙王很灵，啊，他喜欢布施，福报很大，所以周围一千里这么大的范围，信徒啊都去朝拜他，啊，这周围一千里香火非常盛呐，啊，祷告祭祀不绝，啊，那么当了神了。啊，这个嗔恚心就更大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来拜我，他就保佑你，啊，你这个船在江上走，在船上就平平安安。你要是得罪他的时候，他就把你船搞翻，他就杀人。啊，所以这个靠水上生活的人呢，那不能不去朝拜，不能不去巴结。这样子啊，杀生就太多了，他自己晓得。死了之后啊，决定堕地狱。所以求他同学，他知道他这个同学得到了，正果了，求他来超度。啊，那么这种感应，这个澳洲土人讲心灵感应啊，他们彼此之间有沟通啊，啊，暗示告这一次到他这个庙里面来超度他，啊，给他说法，啊，劝导他回头是岸，劝他修福，啊，那么这个神吩咐。这个庙里头的当家啊，吩咐庙里当家啊，他的暗示告去的前一天，这个神托梦给这个住持啊，这庙里住持说他的同学这个得道的高僧明天要到这里看我，你要好好的接待他啊，要听他的教导。所以这个庙里早已经准备来迎接他了，啊，所以暗示告一去，啊，这庙里就接待，他就给这个神说法，啊，说完之后，哎，还念这个咒语，啊，给他祝愿，啊，最后叫神出来跟大家看看，那个神觉得。他的身体不太好看，啊，很难看，不愿意出来。暗示告诉说没有关系，你出来好，让大家看看你。哎，他就出来了，是一条大蛇。啊，所以以后真叫蛇身，叫蛇村，这村庄叫蛇村，啊，是一条大蛇。见到暗示告流眼泪，
匍匐在地上流眼泪。安世高劝他，把他所有的财物统统献出来，给你修复。那么安世高把他这些钱就带到现在的南昌，那个时候叫浔阳，浔阳郡，在南昌建立一个佛教的寺庙，所以江南有佛寺，这是第一个。这第一个庙呢，这个钱呢，就是供廷，庙的这个庙神他捐献出来的，以这个给他修复，然后。那么他是带安世高带了这个钱，也是还是乘船到南昌，就是到浔阳郡，那么在中途大家就看到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年轻人，是个男子年轻人，在他船头向他礼拜，安世高就跟大家说。你们大家看到没有？看到了，那就是刚才供廷庙的庙神，他已经离开舍身了，离开舍身了，他升天了，所以他来感谢的，这个是高去神立卧道来谢高至玉昌。豫章就是现在的南昌，建大安寺，这是大安寺是江南第一个寺，这个也是纪念呢，这个安息国嘛，他们是从安息国来的嘛，所以建立这个大安寺，是由高而名，是为江南游寺之事也，这是江南第一个。佛寺，因缘从这里来的。高神迹甚多，见《高僧传》初级《神僧传》，他是神僧，他的神迹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。你们看《高僧传》，看《神僧传》里头都有记载，说得很详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